那各位同学和老师，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科瑞唯安的杨舒涵。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 ESI 这个数据库。 能够帮助我们作为科研人员也好，或者是作为我们图情分析人员，或者是我们图书馆的老师也好，要怎么去利用这个数据库和工具，帮助我们在日常的啊、呃、学习和工作中快速的去把握一个科研领域的前沿动态，或者是它的发展趋势，或者对于我们日常的一些啊、呃、工作场景和业务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那我们今天将会分为这样的四个章节来跟大家做分享。首先，我们会对于 ESI 数据库进行这样一个简要的介绍，它究竟都提供了哪一些这个数据，然后它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和功能。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会呃给大家来介绍比较啊大家比较关注的 ESI 的高背影论文或者是啊热点论文这些所谓的高影响力论文，它是啊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它对我们的这个。 啊，日常的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会来看一下 ESI 当中比较独有的一个功能，叫做研究前沿。研究前沿它也是根据一个方法论而得出的，这样的一些研究领域当中的热点，或者是啊前沿的新兴的这样的一些方向。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会跟大家来分享具体在我们分析自己的一个科研绩效、一个学术表现，或者说是我们想要去看一看我们本机构的一个整体的科研情况，用 ESI 要怎么去实现，有哪一些具体的应用。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简单的认识一下 ESI 数据库。 那 ESI 数据库呢？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啊、呃，这样的一些数字可以来代表它。那我们来一一的看一下。首先是十，还有百分之一，还有二十二。那 ESI 的全称呢，叫做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比指标。那它主要是用于帮助我们去识别这些影响力跻身了全球前百分之一的学科，或者是学科当中的这些高影响力的论文，或者是各个学科方向。 各这个科研领域当中的一些研究前沿的这样一套啊分析工具，那这三个数字分别代表什么样的含义？那首先我们看十这个数字。 那 ESI 当中，呃，我们可能有一些已经使用过、有一些经验的这个老师和同学知道，它是涵盖了十年的一个滚动数据，准确来讲是十年零两个月到十一年这样范围内的一些论文。那论文当中呢，它收录的又是啊、呃，这个我们的期刊论文和综述论文这两两种文献类型。那么它的一个数据源是来自于 Web of Science 当中的两个数据子库 SCI。 科学引文索引和 SSC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那我们通常会认为说这两个引文索引可以涵盖到我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些期刊上发表的这些文章。那这是它作为啊分析的一个数据的来源。那么它还有一个引用的数据来源。 那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说这些呃收录到了 ESI 数据库当中的这些文章，它们的引用次数的这个来源也是来自于 Web of Science 当中的这一些子库，但是它会包括除了呃 SCI 和 SSCI 以外，还有 h c i 就是我们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这样的一个子库。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范围它能够涵盖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范围可以看出。 e s i 它所呃分分析的这些文章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些期刊文章。那我们对于它的收录范围也有这样严格的一些限定，对于它的引用次数的这个来源也有这样的一个严格的限定，只包括了我们的 SCI、SSCI 和 h c i 这些最重要的、可能主要的一些期刊文章的引用。那这是十这个数字所代表的一个含义。 那还有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老师会比较关注啊，跟这个十年的数据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更新的范围。那有一些已经使用过 ESI 老师和同学会经常需要去对照一下，想要知道自己分析的这个时间段，它涵盖的都是哪一个年份。 的的这些论文，那么这张表格呢，我也在这个今天讲座的一开始就给大家放出来。所以如果大家后续需要去对照着看一看我到底这个分析的数据来源是是哪一些范围内的论文的话，也可以去看这张表格。那我们的 PPT 也会在今天讲座结束，通过这个论呃这个互动区分享给大家。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去后续的是仔细的查看一下。那总体来讲呢，EISI 的一个更新的频率是每两个月，每两个月。 进行一次更新，那是固定在周四。那每年是有六次的更新。那最新的一期就是目前我们现在是十月啊二十六六六二十六号。那目前最新的一期 ESI 是在九月十四号发布的，它涵盖的是二零一三年的一月一号到二零二三年的六月三十号的这些论文数据，给大家做一个说明。那相应下一次的更新所对应的这个数据范围也在这张表格的下方。 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刚才看到的另一个数字，百一。那百分之一呢？可能有一些老师是比较熟悉的啊。我们可能经常听到 ESI 前百分之一学科，前百分之一学科。那这个前百分之一学科具体的一个含义是什么呢？它指的是过去的十年当中，所有的发文机构在一个学科领域当中所发表的论文，按照背影的总总频次，总频次进行降序的排列。 然后它排在了同学科全球的前百分之一的机构的这个学科，我们就称之为前百分之一学科，ESI 前百分之一学科。那从这个下面的这张啊图图示上，大家也可以看出它是怎样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定位，定位出了前百分之一的学科前1、前百分之一机构的学科的这样的一个啊、呃、计算的方式。那么那些未进入前百分之一学科，可能说非常接近的话，我们可能会称之为潜力学科，有这样的一个啊、呃、用法。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数字，也是它最后的一个这个数字是二十二。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二十二这个数字它是指啊我们的学科的一个分类。那 e s i 呢，它本身我们也有一套 e s i 的学科分类。 我们将 SCI 和 SSCI 收录的这些期刊划分到了二十二个学科大类当中。那每一种期刊呢，我们只给它分配到了一个学科里面，也就是一一对应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种设置呢，是为了方便我们各位科研人员、各位同学和各位做分析的老师去进行这个呃期刊的这种分析或者论文的分析的时候没有重复，因为每一种。 它只对应一个学科。那这张紫色的表格上呢，大家是可以看到 ESI 所啊、呃、这个划分的二十二个学科分别是哪一些学科的。那比方说呢，啊、呃、还有一个带星号的多学科，那这里指的是如果说对应了超过一个学科的期刊会被划到此类。那比方说我们熟知的像是 Nature、Science 这种。 这种多多学科期刊的文章，它就会被划到这一类当中。但我们为了方便大家分析，还是会根据其中这些期刊的引文信息，将它再重新分配到其余的二十一个学科当中的，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那这是 ESI 给大家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类别的划分，那它所分析的也是这二十二个学科类别。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ESI 这个数据库这个工具，它的一个主界面或者叫功能区长什么样子，都能给大家啊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功能和帮助。那在右边的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ESI 它是这样的一个蓝绿色的这样的一个页面。那在最上方呢，是我们的三大功能板块，叫做基线指标和阈值。 然后右方还有三个小按钮、小图标，是我们可以对于我们得到的这个分析结果的列表进行一个下载或者是分享。那在左方呢，是有一个边栏，它是它的一个数据的筛选区。我是为了让我们去，呃，这个设定我们想要分析的那些条件。比方说，我想分析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学科方向，或者是某一个学科人啊、呃、科研人员。那我可以在这个筛选区当中去嗯。呃 下拉菜单里面选择相应的一个条件，然后去看这个结果列表。那结果列表就是在右下角这个结果区了。那个、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有很多这个绿色的，是我们相应相应的找出来的一些这个学科领域。然后再往下看，是我们有一些老师可能会比较关心的，它的一个更新的时间和数据范围最新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在右下角会有这样的一行小字，给大家做一个标志标识的，帮助大家去确。 现在是更新到了哪一期？ESI 最新的数据是覆盖到了哪一些论文的年限、年份？是这样的一个主界面主要的功能。那我们现在来展开的看一下刚才说到的三大功能板块、指标和阈值，它在最上方。那当然，这个我们看到都是英文的，Indicators，还有 Baselines 和我们的 Threshold 是三个英文的这样的板块。 我们在分别的选项卡当中是可以实现不同的一些功能，不同的得到一些不同的分析结果的。比方说我们在指标这个板块，这可能是大家最常用的，后续我待会儿会给大家做演示，最常用的一个板块。我们会在其中呢可以去查看，按照二十二个刚才提到的这些学科类别。 对于作者、机构，或者是国家、地区，或者是期刊，进行进一步的数值上、定量上的这些数据的分析和查看，或者说，我们更常用的场景是在指标这个板块下去查看 ESI 的高背影论文、热点论文，以及我们可能想要进一步的去探索一些领域当中的研究前沿。 那这是指标这个板块，那基线这个板块 baseline，我们也可以叫做基准值，它指的是这二十二个学科当中的文章它的一个编偏均的或者叫平均的次数，那这些次数相应进入到了学科的前啊万分之一、千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等等的这些阈值门槛值是多少？那最后一个是它的这个阈值的板块，指的是。 这些背影次数进入了前百分之一的作者和机构的一个阈值，或者是背影次数进入了前百分之五十的国家和期刊的阈值。那在最后面还有一个这样具体阈值的一个板块。那最常用的就是我们第一个指标这个板块了。然后这个板块我会在后面给大家展开详细的去介绍一下。所以我们在这里先简要的去跟大家讲一下基线和阈值这两个比较简单的板块要怎么查看。 那首先，基线这个板块，我们将这个鼠标切换到这个选项卡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有这样三个小的选项卡：citation rates、percentiles 和这个 field rankings。那我们默认是停留在这个偏均背影次数 citation rates 这个板块下面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偏均的背影次数呢，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说，比方说我的论文，我感兴趣的一篇文章啊，它是否达到了某一个学科。 中的一个平均的水平。那这个学科，我们可以根据这二十二个学科领域来看。那比方说，二零一一年这个化学学科，我们这样横纵向定位出来，它在二零一一年的一个偏均的背影次数是二十点五九次。那如果说我拿到的我手上的这篇文章，或者我自己的这篇文章是相应的一个次数，我可以跟它进行一个对比，来判断自己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做一个定位。 那阈值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指的是前百分之一的学者和机构，前百分之五十的期刊和国家被 ESI 收录的话，它的一个引用的门槛值是多少？那也是一样的道理，大家也根据这个自己的需求可以去进行查看，在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 那总之呢，我们刚才对于 ESI 它提供到的这些数据啊，这些功能有了一个简要的了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是帮助我们去揭示高影响力的论文、高影响力的机构，或者是研究前沿的。那研究前沿我们待会儿会给大家详细的展开。那以上的这三种维度可以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去定位自己。 呃，自己的这个机构，或者说自己的文章，自己的这个学科领域是否处于国际科研的核心区域当中，就有点像这个宇宙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啊、呃、这些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给它拎出来，然后让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定位，帮助自己去进行定位。那研究前沿呢，更可以帮助我们去把握国际上面目前的一些研究的热门的课题、热门的方向。 那把握了核心议题之后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机构或者我们个人去呃更好的助力于我们的科研创新和科研发展的。那这是我们 ESI 数据库给大家提供到的一个核心的价值。那么第二第二个章节，我们就来讲一讲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高影响力的论文，它是怎么得出的。 那我们可能经经常能听到所谓的高背影论文或者是热点论文。我们啊、呃、有这个使用 Web o Science 数据库的经验的老师和同学，也会在 Web o Science 当中经常能看到这两种类型的论文。那它们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高背影论文指的是过去十年当中发表的论文，它的背影频次在同年同学科论文中进入了全球前百分之一的这些文章。 那热点论文它略有不同，它的这个呃所所统计的年限更加的高于过去两年。过去两年中的这些论文，在近两个月被影频次排在了这个同学科论文当中的前千分之一。那这些论文才能被称之为热点论文。那可以看到，它进行了进一步的呃更加严格的一个限定，既要是过去两年发表的，还要在过去两个月当中被影的次数非常高。 这些论文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快速的定位到一些高影响力的成果，或者是一些知名的成果。那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用途。那我还进行了一些这种高背影论文，或者说高影响力论文的一些调研，然后发现呢，有一些学者他在他。 在关注啊这个方面，或者说关注高背引论文它的一些特征，那这些特征可能对于我们未来进行论文的写作，或者是呃进行构思的时候，会有一些启发，也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当然，这是基于作者的这个观点。 那这是一篇论文当中它的一个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表上面啊，这些作者对于一篇高背影论文它的一个内部特征、外部特征和背影量都进行了相关的一些因素的分析。那内部特征就包括它国际合作的规模、关键词的数量、它摘要的长度、有没有得到基金资助，或者说它参与到的学科的、涉及到的学科的数量、参考文献的数量。 它本身本身文章的篇幅等等，那这些因素可能都会影响到它被引用的一个情况，影响到它学术传播的一个力度。那外部特征呢，就包括期刊的质量，它发文所在的那个期刊的质量，或者说它这个不是一个开放获取的一个发文。那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篇文章、这篇论文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的结果，一些正向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国际合作、多学科的数量、参考文献的数量，以及高影响因子和开放获取。尤其是开放获取，是一篇文章它长期被引量的一个很核心的正向的一个因素。 那我们就可以提示，我们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或者我们作为啊、呃、这些情报分析人员，我们可以去提示到，我们做研究的时候，进行论文的选题或者是发表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国际合作、基金资助，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交叉方向，或者是选择。 为开放获取进行发文，从这些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这个论文的影响力，或者说是啊，在、呃、在学术界的这个关注度，帮助自己的论文更好的传播出去。那是否可以从这些方向上去做更多的一些考量和努力呢？那这是这篇文章给我们的一些启发。 总之呢，高背影的论文、高影响力的论文，它相应的会具备一些特征。那我们可以跟自己的论文，可以跟自己的这些发文的这些思路进行一个比较，来帮助自己更好的提升自己发文的一个呃成效。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跟大家来仔细的探讨一下研究前沿，ESI 当中的这个独有的功能——研究前沿。 那研究前沿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研究前沿呢？可能啊、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那相应来讲，我们去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一些前沿方向，或者是研究的热点，这些 fronts 是有一些分析维度可以给大家进行参考和分享的。 比方说，我们去考虑一个研究方向或者是一个课题，它是不是一个前沿的议题？我们可以去考虑说，这个领域、这个方向当中的论文的数量，它的一个研究的体量、声量是不是很大？它的一个时效性强不强？比方说，我们可以看我感兴趣的这个课题、这个主题方向，它平均发文的一个年份，如果说是在近几年。 它的这个发文量是最高的，突高的话，那可能说明它的时效性是比较强的，是有一些当前的这种热点议题被大家关注到的。那我们还可以去看它有没有被后续的一些文献所施引、所引用。这些引用它的文献的这些平均的年份，可能一定程度上可以去说明它有没有新兴性，或者说是这些后续引用了这篇文章。 引用了我的文章的那些文，它年度的一个增长率，可以说明我发的这篇文章被后面的这些呃学者越来越多的引用了，可能每年引用的就是量是递增的，那说明我的这篇文章，我的这个成果是比较有发展性的，可能是一个比较前沿的方向中比较有发展性的这样一个一个课题。那我们还可以去看这个研究前沿这个领域它有没有。 跨学科性，也就是说去看它学科的一个跨度，它跨了几个学科，或者说它交叉到了哪一些的学科方向。那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的研究，也是我们目前这个文理交叉的大背景下，我们呃教育界或者是出版界，我们的学界都非常提倡的一个方向。 那最后，我们还可以去看这个领域有没有接到一些啊、呃、基金的资助，尤其是被一些重要的基金资助的这个论文的百分比。如果说我对于我的这个领域基金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但我想确定说我这个领域当中有没有一些前沿方向的话，我也可以去看一看，比方说国自然的一些基金，它历年都资助了哪一些方向，跟我自己的领域当。 做一个这个呃对比验证，或者是映射，找一找有没有这样一些呃频繁被资助的这样一些方向。那这一些维度综合起来，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确定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个研究前沿。当然，在我们科瑞维安在 ESI 这个数据库之中呢，它的一个研究前沿，它是有这样一套呃很严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论，这样一套原理来界定的。 那我们的研究前沿 Research Fronts 它是基于共背引这个原理而得出的。那什么叫做共背引呢？我们是计算一对文献、一组文献，它同时被第三篇文献所引用的次数。比方说 A、B 这两篇文献，大家从图中可以看到，它同时被 P 这篇文章所引用了。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后续的文章。 都引用了 A、B 这两篇文章的话，我们就会认为 A、B 两篇文章它们的相关性是越来越强的。那当这些相关性出现的时候，它们被共同引用的频率很高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说找到了一组文献，它们之间是存在着较强的研究主题上面的相关性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去找到一些所谓的研究前沿的。 那这个共背影是基于 Harry Small 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原理的。那他认为说共背影的关系是动态发展，并且具有前瞻性的，可以帮助我们来定义特定的一个学科领域，或者是。 共被引文献的这些聚类可以帮我们去啊、呃、找到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探索这些学科发展内部的一个结构，怎么来实现呢？这个所谓的动态发展和前瞻性是怎么样一个支撑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研究前沿它形成的一个具体的过程。那我们刚才说到 A、B 这两篇文章，它们被后面越来越多新出现的一些论文后续的这些论文所引用了。 那这些越来越多的新的论文，如果频繁的引用了一些共同引用了一些文章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明，就是有一些这个研究方向是频繁的被啊、呃、这个新的一些学者所关注到的，对吗？那我们首先去定位到了近六年的高背影的这些频繁被关注到的论文，把它们作为核心论文。 然后我们运行了一个算法，去找出通过共背影的分析，去找出这些啊、呃、存在共背影关系的论文组。那我们在对于其中的这些论文组中的这些论文的关键词，它的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了文本的聚类之后，形成了一组一组的研究前沿，一个一个的这些前沿方向。 那我们的研究前沿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形成、来得出的，可以说呢，由于。 越来越多的这些后续的新产生的研究成果和论文引用了这些共背影的论文组。我们认为，全球的这些研究者们、科研人员们，他们作为一个科研的共同体，因为对于某一个科学问题、某一个主题产生了兴趣、产生了关注，而他们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被我们挖掘了出来，所以可以帮助大家通过这个研究前沿去找到一些。 这个领域当中新兴的或者是前沿的研究方向，那它是经过了这样一套非常严谨的理论而形成的我们的研究前沿。那我们刚才有说到，在这些引用的过程中呢，这些文献他们是不受呃他们是不受这些学科领域的限制的，后续越来越多新现的新发表的这些文章都可能去引用这些共背影的论文组。 那势必其中可能是会出现一些不同学科领域的文献和成果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进一步的去看我们的研究前沿有没有覆盖到一些多样的学科、跨学科的领域，去看它的学科多样性。那我们可以分为两个角度去看。我们去看了一下我们 ESI 上的这个 Research Fronts 研究前沿的一个学科跨度，我们看到呢，超过一半的学科它只覆盖了。 啊、呃，一个学科领域，但是有三分之一的学科是覆盖到了两个学科领域，它跨了两个学科领域的。那还有百分之七的学科是有跨了三个学科领域。那如果我们去看一看具体这二十二个学科大类当中每一个学科类别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微生物学呀，或者是。 我们的药理学、毒理学呀，还有就是精神精神病学、心理学呀，这样的一些生命科学的领域，它们跨两个乃至三个学科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从右边的这个紫色和绿色的柱状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学科它的这个跨学科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角度，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去看一看自己所在的这个学科领域、这个方向它的跨学科性、学科多样性如何。通过这样。 样的方式来进一步去佐证或者判断自己的这个研究前沿是不是具有多样性。那以上呢是我们对于研究前沿的一些理解、一些认识和界定。那怎么样在 ESI 的数据库当中去快速的获取到我感兴趣的这个或者我要分析的这个领域的研究前沿呢？那在我们 ESI 的这个数据库中，大家可以看到又看到了这个灰蓝色的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栏最上角的这个功能板块，我们选择的是 Indicator 指标这个板块。然后在左边栏，我们在 Result List 我们需要呈现的这个结果这里下拉菜单选择 Research Fronts 研究前沿。然后我们再在下方的 Add Filter，在这个过滤器当中仍然选择研究前沿。然后再往下，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具体的需求。 去看一下结果列表中，我们需要展示的论文是高被引论文，或者是热点论文，或者是呃引用频率最高的所有论文等等，可以在最下方这里进行一个选择。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如果说你已经对于某一个学科领域比较确定，我就是要看这个学科领域的一个研究前沿都是什么，都是哪一哪一些研究前沿方向，我们可以在 Add Filter。 这里输入你感兴趣的这个领域的一个关键词，然后在下方去找它这个系统给大家去匹配到的相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前沿都有什么，我们可以逐一的去选择对应的一个研究前沿进行进一步的详细的查看。那么通过这样的两个步骤，我们可以去确定所有的研究前沿当前的这个。 二十二个大学科当中的所有的研究前沿都有什么，或者是我感兴趣的一个学科方向下所有的前呃这个研究的前沿都是什么？通过这样两步可以做做到啊、呃、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我们除了想看到这些研究前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选择了一些啊、呃、具体的研究方向之后，这个列表上这些绿色的。 全部都是大写的这些字体，就是我们为大家找到的 ESI 提供到的这些研究前沿。那这些看起来就是会比较密，那大家可以将自己的这个屏幕放大，然后去啊仔细的查看。如果我想看到对应的这个研究前沿，它都有哪一些高影响力的高背影的论文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它右方结果列表右方的这个蓝色的条带，点击这个蓝色条带进入论文的详情页面。 并且去下载到这个论文也是可以的。那除了关注到这个论文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一个研究前沿，它平均的一个发表年份是在二零几几年。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它的一个时效性。那如果我们点击了刚才的这个高影响力的一个论文呢，就可以。 跳转到这样的一个论文的页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当中就是一篇一篇高背影的论文了。如果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点击这个灰绿色的链接，就会跳转回 Web of Science 去查看一个论文的详情了。那在最右上角呢，就是有一个下载链接，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下载的图标，把刚才我们找到的这个研究前沿之下的所有的这些高背影论文进行一个统一的批量的下载。 那以上是我们在 ESI 数据库当中去获取研究前沿的一个方法。那可能我们有一些老师和同学还想要去看一些啊、呃、更加适于翻阅的，比方说一些研究前沿有没有梳理出一些报告呢？可以让我通过去翻阅这个报告，就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市面上当前的这个研究。 这个学界都有哪一些啊热点的研究前沿，或者是新兴的研究前沿？我想为我未来的一个发文或者选题做一个参考。那我们可以关注基于 ESI 的这些数据，我们跟中科院合作去发布的这个研究前沿系列报告，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啊报告式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是将这二十二个 ESI 的这个学科类别进一步的进行了聚合，聚合成十一个大领域、大学科领域，然后基于我们刚才提到的共背影聚类的那一套原理，去分析出了遴选出了一百一十个研究的热点前沿和五十五个新兴的前沿。那热点和新兴是分别它代表的不同的层面。那新 更加看重的就是这些研究方向它的一个时效性，那这也是我们和中科院的这些专家第九年来一起共同完成这项工作，来发布这个系列报告了。那最新的一期就是我们二零二二的研究前沿报告，那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进行一个免费扫码的下载。 那我们也会在每一年去更新目前我们的这个学术共同体啊，共同找出的这些研究前沿。未来我们也会发布二零二三的研究前沿等等。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跟呃，除了中科院，还有像是工程院，还有我们科瑞维安的呃，ISI 就是这个。 这个科学信息研究中心，我们共同去给大家提供到了更多的一些这种报告式的参考。那比方说，除了研究前以外，我们还有工程前沿，我们还有去跟这个 ISI，我们 ISI 来发表的一些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些，像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呀这样的一些话题，那做出的一些报告。那这些报告呢，也能够为大家未来的一个选题。 开题，或者是确定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否是前沿的，做一些参考。那大家也可以通过瑞安的官方学习中心进行更进一步的浏览和下载。那这里是我们将所有的研究前沿报告、工程前沿报告都放在了我们的学习中心上，供大家进行方便的下载。它都是 PDF 的格式的。那这些报告当中，我们也会对每一个。 这个学科领域当中的这些前沿，进行一些啊、呃、初步的结论和分析，能给大家一些启发。那最后呢，我们就是来分享一下 ESI 在我们啊、呃，比方说，我想对自己的一个学术表现，对自己的一个科研的绩效进行一个分析，或者说我作为一个图情分析人员啊、呃，或者是相应的这样的一些。 机关部处的分析的老师想要对于自己的机构进行一些分析的话，要怎么用 ESI 去实现？那 ESI 呢？它本身是这样的一个分析工具，所以说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分析的场景可以在此去进行尝试。当然，所有的这些科研方面的成果的评价。 我们都建议我们去结合同行的这些定性的分析和我们这些工具平台当中的定量分析，两条腿走路。我们既要去考虑领域当中的一些专家的评价和意见，包括我们同行的一些说法，我们也要去看一看客观的这些数据和指标能够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定位和启发。那首先呢，如果我是嗯。 我是一位这个科研情报的分析人员，我想要去看一看本机构的 ESI 的高背影论文和热点论文，要怎么做呢？其实非常简单，在 ESI 当中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了。或者说我是一位就是呃就就是一位老就普通的这个科研人员，我就是老师，或者是我就是同学，那我想看一看我学校目前都有哪一些 ESI 的高背影论文或者是热点论文，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首先呢，我们要回到 ESI 的这个主界面当中，还是在 Indicator 指标这个模块之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来的 Result List，我们就不再选择刚才的那个研究前沿了。我们在这里要选择到 Institution，选择机构。然后在下方的 Add Filter 当中，我们仍然选择 Institution 机构。那然后呢，在这个 Filter 当中，我可以去输入。 选择好了机构之后，我去输入自己学校的一个名称，或者说是我想要去查看的对方学校的名称。那输入之后呢，它会给我们生成这样的一个，呃，它识别到的这个机构，然后会生成这样的一个按钮。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结果列表进行了一个更新，会出现我们的这个机构。那我们点击机构的名称这个蓝色的链接，会跳转到这个机构的一个详情的页面。 那跳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栏有三个选项卡，还是刚才一开始我们提到过的偏均背影次数和 Documents。那我们要在这里切换到 Documents 选项卡，也就是说这个机构它所发表的这些成果，这些啊、呃、这些这些资历资料，那我们选择 Documents 选项卡，然后这个列表就会刷新为它的一个论文列表。那在下方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分析需要，我们是想看高背影的论文还是想。 还是说想看热点论文，还是说想要根据他所有的论文进行这个呃 top papers，就是进行背影频次的降序看所有的论文都可以。那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高背影论文或者是热点论文，那这个列表就会进行一个刷新。在右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论文它名称后方是有一个它的一个背影次数的。 那这样的一个列表呢，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个下载的，把它批量的下载下来。下载下来的列表是会是这样的一个 Excel 的格式。那在最上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字段，包括这篇文章的标题、作者、它的一个出版的期刊、出版年等等。那会是这样的 Excel，可以给我们下载下来，被我们后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或者是进一步的对比。 那么我们可能有一些老师或者有一些同学，啊、呃，想要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上去比较机构层面的一些差异，比方说高背影论文或者是热点论文，我们机构的这些文章跟其他机构的文章有没有一些差异呢？那这里呢，我是以某一个学校它的一个高背影论文的分布特征来做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去进行这样一。 维度的比较，比方说，我选择了一个兄弟院校或者是对标院校，我可以去看我们学校的高背影的论文的数量，我们学校这些高背影论文它所参考文献的，它所引用的那些参考文献的数量，或者说我们学校高背影论文作者的数量，以及我们这些高背影论文背影频次的一个分布，并且我们还可以逐年的去看。 这一些啊、呃、数量分布是不是有一些趋势？在过去的，比方说五年间或者是十年间，是不是有一些变化的趋势？我们都可以去选择一个对标的机构来跟它进行这样一个特征方面的分析，将我们的一个图表跟对方学校的图表放在一起，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可视化的看到啊一些这种。 我们的高背影论文的这种分布的异同的，那这种方式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高背影文的对标。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如果说我们查找到根据刚才我们在这个呃我们的 ESI 当中去查找到了对方的这个院校的一一系列的高背影的论文，我想去比较一下它的这些论文。 跟我们学校的高背影的论文，我都把这两个 Excel 下载了下来。我想比较一下，我们在研究主题、研究方向、具体都是哪一些课题，有有一些内容上的哪样的一些差异的话，也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可以将刚才，呃，我们这个保存下来的 Excel 当中的最前面一列字段是 WoS 记录号，把这个 WoS 记录号，我们直接这个 Copy Paste，我们粘贴到。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当中进行一个批量的检索，我们就可以去查看对方机构的这些高背影的论文，然后使用我们的 Web of Science 一些分析的功能，比方说这个分析检索结果，或者是生成引文报告，去看趋势，或者是去看目前的一个态势。 或者是我们可以使用 Web Science 的精炼检索结果这个功能，去对于对方的这几百篇，或者是或者是这个几十篇的高背引论文进行一个啊、呃、引文主题方面的比较，那这个就是在内容层面上的比较了。那这个非常适合于我们有一些这种。 分析工作需求的老师来进行使用，我们可以去比较一下我们学校的高背影论文和我的这个对标的学校的高背影论文，他们在研究主题上都有哪一些差异？那我们的这个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我们还可以再往下，除了去比较 citation topic 这个引文主题以外，我们还可以比较另外的一个字段，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的这些高背影论文和他们学校的高背影论文受基金资助的机构的情况有什么差异。 那这个可能也是高背引论文，它跟基基金的这个关联可能会相对来讲更大一些，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去看基金资助的来源的一个情况。那最后呢，我们还可以，如果说我是一般的科研人员，我就是普通的这个教师或者是同学，我们也可以去定位一下领域内的一些高影响力的论文，然后拿我们自己发表的论文进行一个比较。 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去在 Web of Science 当中检索到我们领域内的高影响力的论文了。那我们要设计一个自己的这个检索式，然后放到 Web of Science 当中去。那我们在左边这个精炼检索结果中呢，是可以快速的把高背引论文和热点论文这两种论文类型给它快速的过滤出来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 Web o Science 当中去进行进一步的，每一篇可能都可以点开去看一看它相应的一个啊、呃、发文的情况了，它具体的一个研究的主题也好，或者是它啊、呃、发文的期刊，期刊的一个分区情况也好，或者是它被引用的一个情况，都有哪一些适应文献。 这些适应文献都有哪一些特征，我们就可以进行更加精细的一些分析了。那这个是比较适用于我们科研人员，我们自己在发文的时候，想要跟领域内的高背引论文做一个啊、呃、比较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那还有另外的一种，我们啊、呃、对于。 自己的一个这个论文影响力的跟踪，或者说我作为分析这块工作的老师，我想对自己学校的这些科研人员的影响力进行一个跟踪，进行一个分析，甚至进行一个评估的话，可不可以做到呢？那也是适用于我们几种。 啊，uh, 我们的这个老师同学都可以的。比方说，我想要知道我的论文和同行相比，我的这个引文影响力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或者是我们做分析的老师想要知道我们学校的这个学者他跟同行相比，引文影响力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那都可以使用我们的基线这个板块，然后去看我们的偏均背影次数 （citation rates）。 这个选项卡当中去定位到所你所分析的这个学科领域，然后定位到它的发表年份，然后去看一下它的偏均引用次数是多少，那跟自己的一个偏均引用次数做一个对比，或者说我们还可以去看这个 percentiles，我们去看这个百前百分之几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我们切换到这个选项卡当中，去，可以看到我的这个领域不同年份。 呃，的论文进入了全球的，比方说前万分之一、前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的，它的一个最低的引用次数，引用次数的门槛值是多少？跟我自己发表的引用次数，跟我所分析的这个科研人员发表的引用次数也进行一个对比。你可以采用啊、呃、乘除法、除法的方式进行一个百分比的对比，或者是加减法的方式去看它的差距。那跟这个次数进行一个对比，也可以去确定啊、呃、你的一个影响力的水平和位置。 当然，我们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讲，或者我对于我个人的一个学术表现来讲，我们想要进行一个更加全面的、更加丰富维度的可视化的呈现的话，是需要去考虑更多的一些因素的，不只是去看我们的一个篇均的背影次数，我们还是要去看我们作为一个科研人员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我们的发文量，或者是 H 指数，或者是高背影论文的数量和占比。 尤其还要去看国际合作的一个占比情况，还要去看我们合作的这些论文，它在地理地理层面上都跟哪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一个合作，它的一个引用的引证关系是怎么样的。那在 Web of Science 上呢，我们是可以去看到一位科研人员他的一个学术简历的，那涵盖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维度，包括我们在 ESI 上查找到的这个偏均的背影次数。 那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去看到这个这个影响力射数图，是我们 Web of Science 独有的一个功能，去可以判断这位科研人员他的一个科研生涯当中的影响力表现。那所以，我们除了去看啊、呃、引用的次数以外，我们想要评价一个个人的研究表现，他的学术成果，我们要借助更加啊、呃、全面的这样的一些维度和工具。那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思路上的参考。 那最后呢，我们可能有一些老师和同学还想要去了解一下我们自己这个方向，或者是自己学校 ESI 研究前沿的一个参与的情况。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呢？这也是我们如果想要对于自己的这个方向或者机构进行一个内容方面、研究主题方面的分析的话，去看他有没有参与到一些这个学术共同体当中识别出来的这些研究前沿是有必要的。 那比方说，我的这个领域当中的有一些研究前沿已经被识别出来了。我想要看到我们学校有没有一些学院，有没有一些研究团体参与进来了，它的发文有没有扣到这个主题，有没有符合这个主题，那我就可以通过 ESI 当中去进行一个识别，进行一个查找。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Indicator 这个这个板块下面。 然后我们锁定到了我们的这个 institution 这个机构，然后我们点击到了机构的详情之后，去往下拉去看它所有的这些发文的列表。那有一些文章呢，它在右方这个 time cited，就是它的背影频次的下方是会有两个标志的。 有的时候是有一个标志，绿色的，就叫做 Research Fronts，意味着这一篇文章，就这个机构它发文发文的这一篇文章，它参与到了相应的一个研究前沿当中。那小火苗，红色小火苗指的是它同时还是 ESI 的热点论文。那我们可以主要去看有哪一些论文它是带有这样的一个绿色的标志的。 我们还可以去点击这个标志，去看一下它的一个研究前沿是参与到了哪一些研究前沿，哪一个研究前沿里面。那这样的两种，一种是看这个机构有多少篇文章参与了研究前沿，然后我们还可以点进去去看详情，它参与到了哪一些的研究前沿。那这种方式呢，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说，啊，目前我已经知道我的这个学科领域是有一些研究前沿的。 那我的这个所在的机构有没有参与进来呢？那我们的一个参与度的情况如何呢？等等。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 今天来分享的这些最主要的内容了。我们首先跟大家去啊重新认识，或者说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ESI 的数据库，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数据和功能。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给大家去介绍了高背影的论文、热点论文，它的一个含义，它具体可能会具什么样一些特征，对于我们未来发文或者是分析发文。 会有哪一些启发？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是仔细的去啊、呃、探讨了一下研究前沿它是怎么样形成的。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识别到一个研究领域当中它的一些啊、呃、前沿的动态，或者说它的一些发展的趋势。有越来越多的新的这些文章引用了这样的一些共背影的论文组，可以帮助我们去识别到啊、呃、这样一些最新的被大家讨论到的研究议题。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跟大家分享了，在实际的科研的这个绩效分析工作中，或者说是我们自己想要分析一下自己的这个研究成果，我们想要进行一个个人实力的定位，那 ESI 可以帮助我们去看一看。 高影响力的论文，甚至我们可以拿我们的这个论文去跟高影响力的高背影论文、热点论文进行一个对比。那我们还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个偏均背影的次数，跟我们的阈值进行一个对比，跟同行人进行一个对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进行追踪，定期的去查看一下我们跟这个阈值之间的差距。那我们最后还讲了一下要怎么样通过研究前沿的一个参与度。 啊，去进行一个梳理，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机构、我们学校的啊，有研究前沿的参与的情况，去确认一下，说我们在研究主题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啊参与和贡献。当然，我们对于科研分析这项工作，或者是个人的这种科研绩效的啊，个人科研实力的定位，这项这这件事情上。 它本身呢是一项是是一项系统工程，所以我们更加主张的是通过全面的一个科研绩效或者是科研人员的画像，而不仅仅是使用这些单点的指标和数据来进行个人的定位和分析。当然，我们这些定量的评估数据作为一种补充，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的评价带来一定的公正性。我们也需要在更加合理的范围内去使用这些数据。当然，我们所有的研究前沿也好。 啊、呃，还有这些前沿的报告也好，都可以帮助大家去辅助自己的科研发现，或者是论文的选题开题啊、呃，或者说是进行文献阅读的时候，给大家一些参考。我们为大家遴选出来了这些比较高影响力的知名的研究，但并不能代替大家自主的进行阅读、判断和调研。所以，如果说我们有更深一步的、更加广泛的一些需求的话，也需要结合着更多维度、更多工具。 去展开我们的进一步的学习和工作。 那以上呢，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最主要的一些内容了。那更多的关于我们 ESI 数据库，或者说是 Web of Science 啊、呃、检索数据库，或者说是我们的 Insights 这样一些科研的分析工具的这样一些课程和资源，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下载我们的这些报告也好，或者在我们的学习中心去查看我们这些啊、呃、视频或者是课程的这这些介绍。那那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那